酒精。啊？知咩？蛮高啊！我嘅口味冇咁高嘅，系啦。咁啊，其實係嚟自一個德國嘅神父畫嘅，咁啊過身嘅啦，叫做 Holder Singer 咁啊，咁樣叫做啦。咁咧第一次認識佢嘅啲畫咧，就係呢一俾就係俾呢幅畫即係吸引咗呢個 Poster 佢畫嘅，佢畫咗好多嘅，咁啊其中一幅係呢一個啦。咁啊睇到係睇到啲咩出嚟？小丑嚟㗎係咪啊？咁小丑通常俾我哋有咩觀感㗎？啊？有咩觀感嘅？對人歡笑，對人愁，你有偏見啫。可能你自己好中意呢個角色咧，又揾到佢嘅善叫咧。啊，咁啊，係啦。小丑嚇，好多時咧俾我哋一個講法就係對人歡笑，對人笑，對人心。啊，佢本身咧就需要著住一件好誇張嘅衣服，讓我哋點咧吸引我哋嘅視線係嘛？點誇張法啊？闊闊大袖啦，咁啊，啲正話啲就已經誇唔誇張啊？咁啊，就點啊？有紅啊，有藍啊，係咪啊？咁仲要點啊？仲要咧有一個面具嚇。無論佢嘅內心係晴天雨天都好啦，佢都有面具表達乜嘢啊？開心，呢個開心嘅面具啊。咁啊，呢個俾我睇到就係會唔會有時我哋人生我哋做人咧，好多時都會戴個面具咧啊，著好多衣服啊，啲衣服咧使到我哋咧人哋唔認得我哋嘅戲服，冇係衣服戲服，讓我哋能夠扮演好好我哋呢個角色係嘛？做角色啫喎。啊！但係當你落個 stage 之後，你點啊？回到佢本來面目，好唔好嘅？知咧，就啲人做戲一樣啫嘛，係啲演員係嘛？佢好入戲啊，搞到自己都好似以為係嗰個角色，最後點啊？好辛苦嘅，啊！原來佢自己係邊個都唔知啊，揾唔翻自己嘅。咁點解會用呢個出嚟先咧？咁因為都來自咧，我哋啱上個星期，咁就我哋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我哋神父啊，我哋有個叫學習營咧，有個更新營咧。啊，今次又請咗位美國嘅一位教授啊，嚟到講關於同青年有關係嘅啊，同埋點樣去到幫佢哋咧一齊到揾佢哋嗰個召喚啊。好，咁講啦，做一啲嘅分辨啊，嚟揾召喚啊。咁啊，其實入邊咧，佢有一句説話都幾好嘅。即係俾我都好深嘅印象，佢話：一個真正嘅人性啊，就能夠表達天主性嘅，係嘛？有一個真正嘅人性，呢個人性即係個 humanity 啊 ，humanity 啊，就能夠表達到天主嗰份嘅真正嘅本體。即係話咩咧？就話如果我哋活出係一個人咧，這個我係能夠好自由，亦都係好真實咁活出呢個我嘅時候咧，喺呢個我入邊咧，你會睇到邊個咧？天主，即係天主將佢自己顯露喺我哋人。係有功過，正如我哋每個人，我哋禮不知啊，我哋都係咩？我哋個造，即係創世記點講啊？我哋按天主嘅造造噶嘛，係咪啊？咁我哋可以話由於罪惡嘅緣故啦，呢個天主嘅造像點啊？模糊咗啦，受損啦，啊，變咗我哋睇人咧就睇唔到天主原來喺背後或者佢入邊咯，就好似呢一個小丑咁啦嚇。他要做他的角色，所以他要讓人開心，就算內裏是翻騰緊都好，但是他都要穿這件衣服，
要戴呢個面具，為使別人開心。呢個唔係佢嚟嘅，你可以話未必係佢，或者嗰刻唔係佢啊。咁所以喺嗰個嘅即係更新年入邊，教授都講話，我哋需要慢慢慢慢將呢個唔係屬於我呢樣嘢點啊攞走，拎走。咁點拎走啊？咁就係好似呢個咁嘅水果就。放落桶，系啦，即系咁啦，啊，就系将嗰个戏服点啊，挂起佢。咁当你一件攞开嘅时候，你成为点啊？你最后系啦，呢个真我，你可以走出嚟。但系你话一件攞开嘅时候，容唔容易嘅咧？絕不容易嘅噃，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我哋嗰個悔改咯，我哋要更新咯，係嘛？一路慢慢慢慢咁將我哋自己好好咁去到即係個真我流露出嚟。咁啊，真我流露出嚟嘅時候咧，天主就喺度。咁呢度咧，你見到好似有個咩度？有個門啊，咁。呢啲個 poster 佢個名叫做 In the Room。當我哋個真我真係能夠你自己揾翻你嘅真我嘅時候咧，你就能夠面對你暗中嘅苦咯。暗中嘅苦喺邊啊？我以為就喺呢一個嘅密室入邊。我哋每個人咧都有個密室，有啲密室咧係你先至可以入到去嘅啫。但你可以點入咗去啊？你真係能夠將你個真正個自我啊，你真正個我入，即係發現到之後咧，你先能夠喺嗰度咧揾到天主。咁所以喺呢一個嘅所謂密室入邊咧，可以話係只有兩個人嘅存在嘅啫，一個就係咩啊？呢個自己同埋呢個天主。而喺呢一個所謂嘅在密室入邊咧，你係點噶？冇呢啲嘢，冇呢啲所謂衣服，呢啲假嘅我啊，去做包裝住。就正如好似喺創世紀開始嘅時候啊，佢話係元祖父母一樣咁，佢哋點噶？就係咁樣樣，去到同天主交往啦。每一日跟天主交往，每一日晚涼的時候跟天主行街，我不幸就是當你吃了個果實之後咧，點啊？你要逃避天主咯。咁所以睇翻呢一度就係，我哋如果真係要將天主去到顯揚出嚟，嗱，今日其實主顯節咧就係講呢樣嘢啦，主顯節。咁其實喺我哋教會入邊。聖誕期本身其實有幾個事件嘅，係咪？有一個事件係咩？耶穌誕生啦，喺邊度啊？喺馬槽啦。咩人知道啊？牧人知道啦。咁跟住咧，咁就到今日啦，主顯節。咁主顯節嘅時候，耶穌都好似呢個嬰兒都好似好咩秘密係咪？係咁，係咪咁多人揾到佢㗎？唔係，幾個賢士有心啊，佢都好似唔知喺邊度揾佢。咁最後喺邊度揾到佢啦？伯南係嘛？咁喺嗰度嘅時候點啊？咁原來表達出就係呢一個好似好隱藏嘅天主，佢將佢自己顯露俾眾人。東方嘅儀式就係你話眾人，唔係就係以色列，咁大家都熟啦嚇，大家係聖經會嘅啊。就擁護者啊，呢啲好熟噶啦，應該都係嚇。咁你話係第三件事件係乜嘢啊？就聽日星期幾啊？星期一咩日子嚟噶？星期一咯，嚇主受洗節，亦都係主當受洗嘅時候。呢一個隱藏嘅耶穌，呢個隱藏嘅救世主，冇人知噶嘛？得邊個知啊？約翰世者，約翰點知噶？
佢話聖神彷彿甲子落到邊個嗰度，嗰個就係啦。邊個可以睇到啊？佢先睇到。佢睇到乜嘢啊？甲子啊？唔係睇到甲子，佢睇到聖神好似甲子嘅形態咁係點啊？飄來飄下，彷彿咁，佢就睇到之後就跟蹤人去到宣示呢一個就係咩？主和西馬，然後聲音跟住落嚟，佢話主演其實包括咁多嘢喺入邊。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需要話係喺好好咁去到過呢一個嘅聖誕期，我諗我哋就要好似聖誕期入邊嗰啲嘅情況一樣咁樣，去到將主展露出嚟。正常我哋咩啊？正常我哋點樣能夠活出真正嘅我？唔係活出我嘅自我，亦都唔係活出個真我，真正屬於自己嘅，係天主願意我哋活出嚟。咁所以點解開始嘅時候咧，就帶出呢幾個嘅？咁咧就講翻轉頭啦。咁今日嘅題目叫咩？主顯前主，即係啲題目都要諗下點搞好。而家好多戲咧，即係收得嘅時候咧，就揾啲前主嘅係嘛，好多㗎啦，係咪？即係星球大戰好多前傳啊呢啲嘢啦。不過通常都係大家前選咧，都係俾咩嘅？佢哋真正嗰個咧信息嚟啦，咁所以聽我嗰啲咧聽都得㗎啦。前選嚟啫，我大家都識㗎啦，都知㗎啦。我仲要咩啊？真正嗰個主演，正話所講嘅就係主演個精神，唔係揾到嗰個嘅馬槽中嘅耶穌嗰個嬰孩，咁我哋唸完經、祈完禱、開開心心咁翻到屋企，又點樣能夠我哋真係？我哋生命入邊將主顯露出嚟，即係咩啊？就係我哋呢個真正嘅我能夠活到出嚟嘅時候，就係主被顯露出嚟嘅時刻。好啦，咁啊點都要翻嚟呢度噶啦。咁啊，第二個 part， 真正的福音和效果使你的家庭
文入邊啦，非提及，非提及，同埋都讓聖家入邊嘅三位能夠繼續咁祝福我哋啦。咁其實喺聖家本文入邊咧，可以慢慢慢慢演繹，到今日演繹啦。好啊，下一個咧，主面前主啦，哎呀，好啦。咁展前主咧，梗係有前話啦。喺福音入邊咧，有幾多個福音係講關於耶穌誕生嘅？路加同埋馬頭啊，咁呢個係屬於咩邊個福音嘅？路加啊，路加福音係嘛？聖母領報係嘛？咁呢個好熟悉啦，聖母領報啊，好多時候你聽聖母領報咧就好，即係。有一份嘅感覺係嘛？聖母本身當然佢有自己個計劃啦，係嘛？咁啊諗住都係啊嫁人之後咧，咁啊點啊？換個成家立室啦，去養立室啊。不過就係係啦，等等啦嚇，有兒有女啊咁。咁但係咧，天聖即係天使嘅出現咧，使到佢點啊？佢嘅計劃被改變咗，係嘛？天使出現，佢嘅計劃改變咗。有時當我們遇到天主的時候，真正遇到天主的時候，我們的人會怎樣被挑戰，挑戰什麼就我們要變，所以有時跟天主相遇難就難在這裡，不是難他相遇，但當相遇了之後，聽到他的說話或者他的觸動之後，問題就是誰有問題，我哋咯，係，所以你祈禱事情都好，所以今日咁多人我哋祈禱啦，中意點啊？分下心啊，諗下第二樣嘢啊，係嘛？遊下浮啊，啊，雲遊下雲啊，點解啊？係唔使真正同互相嘅嘛，兩個事情就好啦，啊，又似你嘅聖體啦，又似告咗解啦，啊，唔真係嘅，恩典喺度噶嘛，係嘛？你記得喺度嘅係嘛？但係話。你話真係同天主相遇一刻，我哋冇膽量同佢相遇。真係相遇嘅時候，你睇下聖經好多時都會講咩啊？個人好唔掂，好唔掂。咁咧，聖母都係都掂唔掂啊？都唔掂嘅啫。點唔掂啊？我哋睇下，啊都係話嚟嘅。嗱，似咩啊？好似啊，唔係話。但嗰時唔知啊，可能天使突然間出現嚇嚇佢啦，啊或者天使講緊嘢嘅時候，唔係話，唔知有冇咁樣啊？好似嗯，都懵懵地啦，算啦啊。所以有時我哋同天主咪相遇嘅時候咧，就係咁噶啦，懵懵地、懵懵地，唔係清晰嘅。不過你覺得好似有啲嘢喺度咁樣啊，咁呢度睇下啊，唔知話啊，佢好似同緊呢度有啲對話，好似話呢度有啲嘢係咩啊？唔知啊，一種神秘嘅東西啊，好，見到睇到出嚟未啊？呢出戲睇過未？百花萬耶穌啊，係咪啊？好似係啊，呢個係係係好多年前㗎啦，你出世未啊？睇到未啊？即係話，好似當天使相遇嘅時候，佢點啊？即係好似一份嘅驚愕，點啊？係啦，咁呢個咧就有故事啦，啊，大家好熟悉係嘛？係啦，第六個月點解用第二個六月？第二個六第二用第六個月就開始啊？點解？之前六個月前咩發生？二十八咁知道將來嗰個嘅丈夫係點啦？咁啊，呢個丈夫都有啲家底嘅喎，雖然唔
即係嗰啲家底冇乜㗎啦，嚇誒冇家底嘅，不過有個名喺度啦，叫達利家族中啊，一個有咩家底嘅佢做咩？係啦，叫唔上啦，其實係你都係執頭執尾嘅啫，有乜做乜其實啊？咁其實當時嘅木匠其實都係啲打石嘅人啊，即係咁講啦嚇，即係啲做粗重嘢嘅人。咁一定要分，咁你就睇到其實都唔係好過嘅啫。其實嗰陣時啦，係啦，紅精女馬嘅名字叫瑪利亞。天使信去向他说：万福充满恩宠，主与你同在。嗱，跟住廿九节讲咩？他却因这话惊惶不可。呢个就系嗰个前传入边嘅一个 episode。有阵时我哋喺度听得熟啊，听得熟啊，关于即系圣母领报嘅时候。有時呢啲咁樣嘅即係少少嘅説話咧，或者一啲嘅一啲嘅形容咧，我哋會分入嘅。驚惶不可，又驚惶不可，即係就好似正話嗰個叫哇咁啊，聖母咁成個縮埋一邊啊，或者係咁擰高頭，擘大眼，咁點啊？嗰度窿兩口啊，即係佢入邊好似有啲嘢好唔明，係咩唔明咧？係咩嘢使佢驚咧？我諗呢啲有故事講嘅，不過今日講啦嚇。咁即係話喺一刻入邊，其實天使同佢嘅相遇係使到佢點啊？好不安，不安啊！呢個事實。所以天使點解話第一句説話叫咩啊？瑪利亞點啊？不得了，因為在天主前得了寵。兄弟啊，天使對你有寵幸啊，都唔係好事嚟，好犀利點㗎？害怕嘅，好似而家為我自己有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啊，但係有副主牌喺度咧，係嘛？真係啊，過唔過癮嘅真係啊，啊真係好唔過癮嘅，真係啊，真係。即係俾天主所召喚嘅時候係點嘅？係真係不安。所以有陣時，當我哋去到好有雄心、好有壯志，或者係好羨慕一啲人，啊佢就好得力、好鬥勇，或者唉咁勤力，或者熱心，啊哇咁神聖呢個人，我可以學下佢啦咁。諗下好啦，你受唔受得起？真係受得起，因為受得起就係，如果你真係同天主相遇嘅時候，會俾我哋咩？一啲我哋諗唔到嘅嘢會發生，而呢啲嘢係要我哋付出好大嘅咩回應。放低唔係黃金魚吞活藥，真係放低個自己，放低我哋嗰件外衣，放低我外表呢個我。一路一路慢慢慢慢咁樣呢個真我見到出嚟同主相遇，咁所以寵幸啊寵幸啊嚇，不過寵幸使到瑪利亞咩啊害怕，所以可以話咁講，天主就會喺呢一刻入邊會幫下我哋，俾我哋乜嘢啊安慰，不要要安慰。我呢一個會唔會都喺大家嘅信仰生活入邊都遇過呢啲嘢咧？咁我唔知啦。啊，不過你試下咧，當我將我哋嘅生命回解，睇翻我哋生命入邊一啲嘅事件，會唔會都係會咁咧？有天主嘅力量幫助我哋得以下。下乜嘢啊？哇！你將懷孕生子給翻耶穌，係啊。我結婚，係啦，咁啊結咗老公，即係嫁咗老公結婚，咁梗係有懷孕生子，係咪正常啦？係嘛？哇，幾好啊！咁係點嚟㗎？唔係因為娘咩？
精神的能力庇荫你，使到你能够点啊？佢个反应即系点啊？哇！喺这事怎能成真？其实呢度上边有几句说话嘅吓，系啊，你因为心事系嘛？咁系边个啊？圣神嘅啦。为佢嚟讲，听到呢一个咁样样嘅即系事实嘅时候，会点噶？点啊？都谂唔明嘅。結婚生仔會明白，但是說喂，你不是這個這樣的 natural way 這個特別的方式現在我們聽回來聽得熟悉是不是北京人手是天主的事聖神的不分的庇蔭聖神的能力我們現在今天我們聽得明聽到明明知道但為他來說以前有沒有聽過的以前有沒有發生過的是第一次在生命裡面都會怎樣很多的懷疑很多的你可以說是一些的知念所以他那句說話怎樣此事怎能成就我不認識男人聖神能於你，庇蔭你，把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子民。且看你身先失白，而雖在年老，卻懷了難胎，好如六個月了。他是素清不生人的，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咁跟住點啊？聖母話咩？大家知啦。但是想翻翻轉頭，呢句説話係咪呢句説話使到聖母明白？可能老實講，當天使真係講呢句説話嘅時候，聖母明唔明咧？唔明。但係佢點樣能夠話最後講一句説話係願你的旨意成行於我？唔係因為。某啲嘅説話說服咗佢，影響嘅嘢，相信喺佢嘅呢個經歷入邊，佢經驗到天主嗰份嘅臨在，天主嘅能力，使佢有所轉化。唔係一啲嘅説話理由，一啲嘅安慰，使到佢啊係啊，放咁啊，而係喺呢一刻入邊。天使和他之間那一份你說天主和之間那一份的相遇使到他不是他腦海的接受而是他那份的放下願意使到願你的話成就於我是不是你看到他是天主會在某個情況之下都會有一些的又是他的恩寵去幫我們去到使到我們這個人性裡面一些東西是怎樣能夠順暢好阿哥那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個前傳裡面屬於瑪利亞的那這個圖在哪裡找回來的在網上在哪裡洗過什麼什麼出口約瑟的故事是哪本聖經有著
英文讀音啊，啊，寫出嚟。不過有時咧，啲老師係咁嘅，問你嘅時候咧，佢就話你，麻煩你睇下得㗎，啊，好。
義人在天主前善人，義人即係兩個人啦，邊兩個人啦？約撒加利亞同埋以撒伯爾，義人在天主前善義，即係呢個義，真係呢個義。點解都照上主一切大命和禮規行事，跟住呢個道上邊啊，無可指責啊，即係一種嘅形容義人係咁嘅。依照上主一切大規矩行事啊，即係一啲都冇差錯嘅，一啲冇差錯，即係係一個即係好似福音入邊所講嘅點樣守規矩咧，守到點啊？真係洗碗啊、洗杯啊、嚇潔淨啊，即係一啲都唔會做錯嘅啊。咁你可以話想想，若失都係。公開羞辱他，又以暗暗憂慮他。其實正話所講啦，佢所煩惱嘅咧，唔係憂唔憂慮嘅問題，而係咧，佢要點啊？佢真係要告白佢，因為佢做唔到呢個義人嘅角色。咁就係呢度有一個嘅為佢心裏有咩啊？有一個嘅張力，一係我做個義人。一是怎樣我不做義人，做義人怎樣憂慮了算了算數了，如果你這樣理解他就煩惱就在這裡，我堅持我繼續的意思這樣依照不失法律這樣去生活，那我就要死了，但係我唔想用錢，但係點？我咪要放棄唔使法律，讓佢生。呢個係一個將來。當他思慮這事時，看著夢中天主天使顯現給他說：嗱，知道啲嘢啦，真係。在夢中顯現的時候，天使是否這樣說呢？那你就慢慢想吧，聖經這樣寫而已。思慮這事時，看在夢中，即是當你思前想後，當你真的很煩惱的時候，這個人特別會怎樣？會累，會累會怎樣？會睡覺，會累。如果想都沒得想，怎樣？好自然會熄機的，會睡覺。其實那時候他解決了問題是否是沒有，以他這個義人的能力，他已經怎樣盡了，他盡了，他盡了力了，但仍然抉擇不到，盡了力，那個壓力就在這裡，那張面就是盡了力，怎樣走都死的了，真的怎樣走都不行的了，唯有是怎樣呢度得意嘅，當佢盡咗力而冇效果，即係咩咧？即係佢人嘅力出唔到啦，人嘅力出唔到。當人嘅力出唔到嘅時候點啊？天主出現咯，係嘛？天主出現啦，就夢中天主出現。有陣時咧要。發現在聖經裏講夢中的嘢咧，其實係咪託夢俾你啊？同你講啲嘢啊咁啊？其實呢個係其次，仲有咩？夢中天使表示咩咧？就係天主介入咗人嘅生命入邊。喺夢入邊瞓咗覺，你可以做到乜嘢啊？乜都做唔到，係嘛？你知係咁啊，夢遊都有嘅，你控制唔到嘅事，控制唔到。即係話你嘅人力已經係去到最 minimum， 你可以唞氣，仲有咩啊？就難要嚇，點解生得嘅？啊，咁你可以有咩意識冇意識嘅？即係話你已經冇辦法再主動，
當你放棄你的主導，你不主導的時候咧，天主就會變，思想即係你揾到未？你諗夠未啊？你做夠未啊？夠啦，你都係咁，咁跟住啊，等我嚟啦，啊，天主啊，天主，因為你出現啦，就係呢個夢。真係嘅，當人力去到最冇出現，即係出唔到佢嘅效果嘅時候，好多時天主就出現。所以喺聖經入邊都係咁嘅，好多時都有咁嘅情況出現。你翻返嚟代入，好多時都係。所以睇翻就係喺呢一個嘅異人。去到呢度嘅時候，就去到絕路盡頭，天主帶來生命入邊講咗乜嘢，我哋唔知。不過佢係同天主相遇咗，佢有一個嘅啟發，有一個嘅係咪明白唔知道啊？係咪佢聽咗呢幾句説話之後，咁佢就醒咗啊？就知道啊，我要咁做啊咁。其實聖經咁講，佢話真正喺。夢中係點咧？我哋唔知。咁所以睇到就係呢一個前傳入邊呢一段嘅主角約瑟，佢就係佢要活出呢個義人嘅時候，佢唔告發佢嘅地方唔識字，一唔告發。呢個就係義人嗰個嘅限制。呢個佢嘅限制，呢個限制，但係呢個限制使到佢唔知點樣樣去到跟住表達嗰一份嘅佢要點啊愛護啊保護自己呢、這個未講妻子，就呢度佢要發，所以佢之成為義人，我自己嘅理解就係佢真係一個切頭切尾要活出法律嘅人，活出法律。而去到那一刻裏邊，佢唔識做，佢唔知點做，佢無能為力。喺嗰時邊個幫佢啊？天主，天主讓佢點啊？醒咗之後，啊咁順攤，喂，你咁樣娶未過門嘅妻子，你即係咩人啊？唔係異人嘅咯喎。佢咪異人㗎啦，已經冇夢，即係夢想個異人嘅咩啊？嗰個稱呼㗎啦，人哋會點啊？講佢咯，笑佢咯，係嘛？睇到嘛，人哋喂，咁未過門，妖妖，即係點啫？即係呢一種，呢一個。為自己對肉身的了解在這裡呢又這樣看到這個看到就是如果我們真的忠於我們自己那個照顧如果我們真的忠於上主給我們那份的真的使命的時候是有時很多時候可能當我們走到去不知道怎麼走的時候呢我們天主會做他要做的怎麼做的事啊好像是這樣娶他過門娶過門之後你要承受什麼啊啊這個說要承受有時天主的介入未必一定會怎樣使到我們也解決了哎呀這些事情沒有了哎呀怎麼辦仍然是這麼苦不過你願意怎樣啊你那個若失思慮的時候，因為點啊？佢兩個苦都不想要，兩個苦都不想要，但係最後天主話，佢就娶咗瑪利亞好，佢承受咩？另一個苦啦。所以，
跟住咧，水貨門啦。啊，咁正話嗰度就係嗰幅畫咧，就係講佢咩啊？佢教嘅時候啦，係嘛？繼續講。咁啊，等你教實邊時埋佢咯，咁係嘛？咁就係讓佢醒翻嘅時候咧，就做翻個抉擇。睇住有咩，咁咪幾多人？即係喺馬術方面咧，就失敗無門，咪敗一次啊！敗幾多次啊？嗱，你知道每次敗完王之後咧，水都大劑嘅。一係咧就成家人要走難，一係咧就要搬嚟搬去，哇！仲講到星夜添啊！星夜真係冇搞。啊，呢個就係連華啦，係咪呢個應該喺法師時期嘅？如果豪華嘅都係嗰個，就係即係你知道啦，即係藥室啊嚇，咁即係又啲時候報夢啦，報夢佢叫你做咩啊？走佬啦，係嘛？不如咦，就係咩？即係今日嗰個節日啊，引起你嘅後遺症啊！啊咩後遺症啊？就係哈洛德要殺曬所有嘅兩歲或以下嘅即係兒童。所以耶穌別係喎，唔係自己嚟嘅。但係你睇到佢啦，即係哇，喺前呼後擁喎，係嘛？哇，有侍婢啊，又有龍仔，有天使帶領啊。咁呢個就係當然啦，係當時啲聖人啊，或者係啲祈禱入邊所體會到嘅啊嗰一份嘅，即係天主保護住佢哋啊。去邊啊？埃及啊，保護住佢去啦。好啊。啊？真係有咯，係嘛？呢啲咁嘅 poster 應該都係佢哋嘅，啊，都係阿師傅嗰啲，啊，又係啦，藥室啊，帶住佢有伏起跟住，有天使帶領，哇，係幾開心，一定有咩啊？咩國行啊 ？TBS 啊，幾好幾安全啊 ！TBS 帶住咁啊，去啦去啦咁啊，呢一幅咧。思維，不過係擺咗喺邊度嗰陣時，我睇嘅時候咧，好多年前，咁就啱啱先食完飯咁啊，上樓上啊喺個轉角嗰度睇一幅畫，一望呢幅畫咧就啊俾佢吸引住，好有意境，係，咁啊出先擺幅畫後邊睇睇，咦有個作者嘅名喎，咁啊上網揾佢度，不過唔使揾個名嘅，你就揾佢揮款，就揮款。即係走難去咩？去開頭啊！咁睇到咩啊？呢幅畫走難開頭，呢個詞啦，係咪咩啊？獅身人面像啦，呢個就睇到咩人物呢度？咁喺呢一度啦嚇，仲有咧？呢個睇到跟住龍點啊，喺呢度啦，自己食緊嗰時，有嗰啲侍者喺度，呢條星嘢。咁鬼温馨，咁有安全感，係嘛？佢話去邊話？埃及，埃及咩地方嚟噶？異邦地，嗰度有咩喺度噶？眾神，以色列人要走入埃及。不過當然聖經成日都講佢哋有咩事走入埃及嘅，點解？係啊，點解？即係走埃及嘅喎。但係嗰個係咩啊？異邦地方嚟嘅，嗰啲就滯嘅。
神嘅呢一石神嘅東西啦。啊，好似有心事喺度，好似啊，好似係為緊呢一個小家庭嘅代禱喎，好似係啊，係嘛？係望到前路點啊？哇！即係望望，你見到咩啊？即係望啊，前邊地平線黑，漆黑一片。即係有時就係幫我哋做咗啲抉擇之後。行啦，行到前面到乜嘢啊？實拍得點樣樣？咁樣好似呢度已經唔知下一站到邊啦，登途未盡。唯有喺呢度點啊？要休息先咯，休息下先，聽日再算。有時都係咁樣，聽日再算。咁但係前面計唔計劃得咁多啊？冇噶啦。但係睇到啊，呢一個神啊，呢個都係啊，呢個遠方嘅神，好似都嚇，即係睇到呢件事咧，你見到好似都以前啲獅身人面像唔係咁㗎嘛？你點唔知咧啊？佢呢個好似好有磁場啊，即係好有人性，即係呢只怪物都有人性啊，好似保護住，為佢哋點啊？長盼代禱，望天長盼，即係咁講。你知道望天長盼嘅入邊講乜嘢㗎？佢哋講嘅唔使講嘢，嚇一聲就得㗎，即係啊啊聲。咁俾我諗起咧，就正如好似耶穌應該喺馬太福音講，佢。知啦，佢遇到好多所謂嘅即係折磨受苦啦，到最後啊，佢點樣形容佢最後一刻咧？聖詩係話佢大叫一聲，係嘛？咁睇下呢個大叫一聲，可以話佢係人入邊即係最深嘅嗰一份嘅呼喊。你冇，你唔需要用咩嘅？文字或者説話表達，所以有時行路啲嘢傾唔到，趴喺度啲，你會點啊？佢啊聲㗎，啊張網啊，係啦，呢個啦，就講翻嗰度嘅。Thank you.